我看看啊，哦，又在星星点灯。Nice。啊！超级 Tube 吧。好诶，这样我的荧幕还可以继续剪影片。哦，突然就被昨天厂商来教啊，热像仪怎么用。哦，我们学长叫录影 OBS 上下的啊，然后叫我剪干，剪热像，剪热像仪的片。对，然后职业病发作，剪到最后就说别忘了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昨天讲完，就是说阿半就他们就叫我剪嘛，就是会不会最后变 YouTuber， 然后明天就不来了？学会了功夫之后就跑了。变成耶稣了，水上行走，可以可以。耶稣爱我神力，啊、哦，赞！发出了高潮的声音。我刚剪片啊，全都是用快速剪辑在跑啊，突然用起来这么阳春哦。我按一按，发现它有完整功能，剪辑模式就对。对，OS 那个是用什么软体剪？达芬奇。哦，达芬奇。对，因为我弟他用。然后就跟他用人家设计系的，就是设计平面啊，三小系的，那个剪过毕业影片的哦，所以用那个跟他用一样，反正不用钱，而且功能那么好，就是工具威力，工具人系嘛，也不是看是这样，反正就是不会，我一想到威力导演还会有那个一堆限制，不然就是那个威力导演剪三小的。湖水印，对啊，你很鸡掰，不然就是要付费，对啊，不然用那个 open shot， 嗯，那个开远的 open shot， 那个是怎样？也是，那是免费的，免费开远的，也是剪片，可是我没有用太多，所以我不太确定功能怎么样。嗯，我们剪这个超屌。也是随便时间走哦，超巨大松鼠，水哇，这震动的手感好棒啊！新 Microsoft 的用针，Microsoft 是手把厂商，对。
等你。我真的觉得我这次坏掉，要换新的，因为变 Type C 了，绝对换。嗯，来，部队起床。哭啊！捡东西就是不想跑下床。没错。这种文字游戏没有配音的，那个想办法生配音出来，自己配。这个让我想到以前桌面的那个小回纹针啊，有个敌人。哎，我今天都在工作，就是随便说说。如果你想过来打个招呼的话 ，nice。我随时在这里准备被打招呼。现况更新，那个机器人闻起来有一点奇怪。我不确定我们上次错过了什么东西。总而言之，嘿，老兄，我今天也都在工作，我超级无聊，工作烂透了。这不像什么典型猎鹰，这比较像什么垃圾猎鹰、屎坑猎鹰。看我怎么调直播的那个，什么东西？的那个解析度？我好像是输出480。那我也不用从这边跳，还是白白过小哎。就反正这个游戏不需要什么，不需要什么画质。嗯，可。把护底拿掉，好热。嗯，幸福哦，我这边穿长裤，穿那个还是有点冷。哦。哦，游戏还附音根。太划算了。X 这是Y 还是 X 这是三下 H 主要直接看我自己的哦。 A 是绿色的， X 是蓝色， Y 是黄色的。全接，然后最后一个多按一下光辉一溃、啊、还好了，只是练习而已。嗯哼，几乎是完美，跟我一样完美。嗯，来看看今天又要冲三小。哦。我很好奇，你能不能学跟鸟沟通？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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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oise， 家里乱跳。
noise。哎，老妈，为什么老妈的脸看起来有点不爽？早安啊，你昨晚干了什么好事？昨晚干了很多事，对吧？是啊，哪次不是？是啦，哪次不是？记得那个从食物离子的那个超巨大机器人吗？嗯，你以前很怕那些东西呢，你都要把你的小眼睛给哭瞎了。哦，我印象中没有这么惨了、啊。嗯，你觉得老妈的声音应该要怎样？很三八？嗯。不知道，没有当过老妈。哎、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。嗯，你还好吗？哎，还好，只是在做一些无聊的大人的事情，听起来蛮好玩的。大人的事情听起来蛮好玩的。大人的事儿？哎，什么大人的事情？我也是大人啊，我想知道。嗯，嗯，就是一些预算啊、账单啊、一些数字啊。哦，好无聊。啊，如果是拿来买电脑就爽了。嗯，反正大人的时光就是关于一些数字上面的压力。Oh shit！ 啊，哇，听起来烂透了，我的数学最烂了。你最烂，你最烂，你也烂，又是你，你最烂，你也烂，他也烂。哦，记得。好了，我该出门了。嗯哼 ，Have a nice day。他这对话都不一次讲完的。嗯，数字。好，老妈要继续跟数字奋斗。哦，跟台湾一样，这路挖了半天，还在挖。可能晚上填起来，早上要开始继续挖，这样才有油水。油水。油。嗯，所以今天过得如何啊 ，Selmer？ 嗯，知道吗？我想不到。他说我随便猜。在你国中的时候就没有。流血在你的座位上面，哦，听起来就是大姨妈。哇塞！国中的时候大姨妈就没有来了。嗯，没有，整个人栽在垃圾桶里面，然后吐得你满身都是。在你高中的初吻的时候，没有意外的伤了某个人，伤害某个人。要对大姨妈比较有兴趣。嗯，我是原本想要说那些有关水果点心的事情的、啊。我们之前在学校常常会那些东西。哦，对，那些东西很好吃。嗯，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些事情有发生在你身上吗？没有。你想听一首新的诗吗？不想。好啊。
好啊。有时候我喜欢水果点心，在铁轨外面。这个翻成中文一点食欲都没有，烂透了。一罐果汁，还有一对耳机。耳机，我进入了果汁领域。嗯，听起来像是什么那个果汁的品牌哦，果汁时刻。我操！嗯，哇，你让这些句子活灵活现了。我几乎可以尝到那个原子恐龙点心。啊，奇怪的名字，谢了。我想今天 Chesakov 老师又在屋顶上面。哦，真的吗？他总有一天会摔下来的。Nice。嗯，我可以从我房子后面的窗户看到那个水塔。某一天晚上，我看到它上面着火了，还是说看它上面有火光，不晓得是谁在那上面，还是着火的比较有趣。现在耳麦是挂在脖子上吗？没有，我是在录那个。哦，他说那个听到一些就是那种垂挂式麦克风才会听到的那种。操操操！没错，你要让我的狗感到很焦虑了。然后而且它感到焦虑的时候，它就会到处拉屎。哼哼，屁事！不关我屁事，是关它的屁事。哎，又站在屋顶上。这可以来关心了。哎，哎，阿梅布洛斯基，对呀，该，又来到我的屋顶上面了，对呀，又想来关心了吗？看星星。绝对要，不要了，谢谢。不靠呗。好吧，我都大老远跑上来了。快来瞧瞧！啊，我的眼睛 ！Nice。而且现在是白天的，直接看望远镜，好像有点刺激。嗯。滤镜，忘记加滤镜了。又来找夜空中最亮的星。靠，你想唱歌？哦，震动！我又找到一颗了，太酷了！来看看，哇，这下回史特林。为什么讲到史特林，都会想到一些不太好的东西？史达林，好像不对。史特林，史特林引擎啊，对对对，感觉就是要算一些奇怪的东西。还有什么？卡诺基，我靠，卡那种循环，嗯，就是先知史特林。为什么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家伙？总之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们找到了这些罕见的星星，罕见的星辰，然后就产生了一些
知名的传说跟传说跟迷思。哦，嗯，这个史特林是一个有关于世界转变的故事。我刚是不是按掉了一个对话？不知道。嗯，没有看到。然后把其中一个抛在后，抛在脑后。不好意思。这些听起来都会很尴尬，是吗？他是疯子吗？啊，他是疯子吗？疯子。嗯，谁说的准呢？嗯。我们有相信过任何真的发生过的故事吗？嗯，嗯，懂。总而言之呢，某天他的国王 ，his king， 我觉得 his king 好奇怪，他的国王 ，his king， 啊，总之呢，有一天他的国王。遇见了一个新的睿智的 astronomer， 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好像听过，赶快查一下。astronomer， 天文学家。astronomer， 等一下，repeat after me， astro， 大小。啊。哦。再看一下。对啊，天文学家。对啊 ，S T R O N O。遇见了一个新的睿智的天文学家，然后他就秀给国王看那个地球跟星星是怎么环绕的，然后他们的原理是什么，然后国王就把史特林给踢出去。嗯，就因为那些先知预言都告诉国王说，对于星辰有不同的那个见解，所以史特林相信他自己的说法吗？听起来很公平。史特林相信他自己的说法吗？哦，我相信他相信。嗯，所以事情就是这样子。嗯，也是没有什么责任。就是说你的世界观突然被替换成另外一个完全崭新的，是有点难以相信的。嗯。而且要把旧的都丢弃，这就是人生啊！呀，这就是人生啊！哭啊！所以你相信？一些有人感到饥饿，而且无家可归，就因为他们不再有用了吗？就是废物啊！对于掌权者来说的话，哦天哪 ，Cheskov 老师，当你那样说的时候，你怎么会这样讲？就是星辰啊，他们会让一个人思考。啊，虽然很深奥，可是好像有点奇怪的知识增加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 ？Nice。哎。Boom！ 又找到一个。嗯 ，baby。baby。嗯。Oh yes， 战士 Simon， 他拿着一把枪。这个该叫 Simon 还是 Simony？ 赶快查一下这个，赶快查一下怎么念。因为没有一的话是念 Simon 嘛。嗯。
我来查一下念法，不然会被笑。啊，找不到，看起来不是英文。虚拟偶像。啊，随便，就叫赛门。赛门住在一片很发展很好的土地上。然后有着非常良好的条件，非常良好的根源条件。然后这些根源啊，我少看了什么单字？为什么突然看不到他讲什么 ？What the fuck？ 听起来很有诗意啊，老师。天哪，听起来太诗意了。那个意思就是我听不了。谢啦，我只是从我的那个手机上面读一些那个简要总结而已。哦，我们这边或许没有信号，但是我们有 WiFi 啊。总而言之呢，当边界关闭，然后宵禁，晚上的宵禁开始的时候。Simon 还有他的 Comrades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可是中文我不知道该怎么，我再查一下 Comrades 那个他的同志，同志们，不要 Simon 和他的同志们呢就开始计划着，他们渗透，他们去那个把囚犯都释放出来，太棒了。 Simon 呢是那个第一个被认出来的，但是呢，就算有那个通气海报到处展示着，他还是一样逃过了捕捉。然后当流言开始散播在整块大地上，他的触兵盖边呢，晚上都会开始祈祷着，就是 Simon 会变成他们的救赎。所以他有变成吗？所以他有变吗？我们不知道 Simon 被那个埋葬在哪里。哦，该死的！我就知道这个结局不会是 happy ending。 总之呢，他领军者去对抗宫廷，然后宫廷的大门后呢是一堆大炮。 Oh no， 总之在很多年过后，那个战场死伤惨重之后呢，他的尸骨呢跟其他很多人混在一起，都纠结在一起。现在有一个说法是他持续存活着，在他的国家里面的所有的骨子内。对，天哪，这故事有点黑暗，而且很悲伤，最后还有点恐怖。这个是历史。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了。耶、yeah ！好，不用再念一些文绉绉的历史。Nice， 干，明明就下午那边看半天，超搞笑。然后那个滤镜还没放上去，就要看望远镜，然后就瞎了。嗯。鸡歪松鼠哦，真的是很不错。下次再来，大概两天后，我们可以继续看星星。Simon 还有斯特林，Freaking dead tonight。对，昨天被他那个剧情，昨天晚上被电到， yeah。 电到趴在地上。
啊，死小孩。哎，这新角色也没看过。对，不能讲话，算了。路人。背景点缀。都一样 ，Easy， 寻人启事，这是主角他们的朋友失踪，啊，19岁，哇，哎、欸，钓鱼哥又出现。哦，老婆很久以前就跑了，然后孩子一点都不关心我。但是呢，隧道里面的鱼永远都在这里陪着我。哈哈哈哈，对啊，老兄。哦，天哪，拜托不要偷听我讲话。那个失忆男人的那个悲悯。哭啊。我猜那些老鼠宝宝呢会喜欢这些美味的扭结饼干，感觉要偷了，偷饼干。哎哎，趁他在偷看的时候要那个停止动作，跟遇到恐龙的时候一样，恐龙只看得到在动的东西，所以每天都要来偷饼干去喂老鼠宝宝。哎，没有。哎，没事没事。猪八戒，耶、yeah ！越来越得心应手了。哎，若莎小姐。哦 ，Hello， 阿美。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哦，今天觉得下面有点冷，但是我觉得是从骨子里面发出来的冷啊，老人家嘛，不管怎样都觉得冷，所以应该没有关系啦。所以你想再跟我讲一些爷爷的事情吗？有关于阿公的事情？哦，对，我上次讲到哪里了？什么泰的 rolling out， 什么我的家庭里面有麻烦制造者，我也不知道他讲到哪里，随便讲，麻烦制造者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呢，我们都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勉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。那个 Old Smoky， 那个叫什么？冒烟的桥，那个冒烟的桥，那个巨大的熊 ，Nice， 老旧的厅堂，还有呢教堂，还有联合会，还有舞会。我就是在那里遇见你爷爷的，大概是上辈子的事情了吧。所以他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？几乎在所有面，以所有角度来看，都还蛮普通的。为什么要出现的看不太懂的单子？赶快再查一下。Manical 好，忧郁的，总之就是郁郁寡欢。但是在某些场合必要的时候，又会变得很有趣。我觉得应该可以用惊喜来形容它。所以你爸有提到关于他的事情吗？很严格，但是人很好。
他们有点距离，但是努力尝试。严格但很好。哎，给。严格是很有趣的，为什么？恭维啊！你还好吗，罗莎小姐？哦，对对对，我们下次再聊吧。好吧，我希望你下次可以好状况好一点。哦，阿美，哦，亲爱的阿美，啊，老人家都这样，讲话讲到一半就顿呆。有其他的。这个时候吃品客爽，真爽。先来去喂老鼠。哼。狗。汪汪。好了，我的奇迹小老鼠，吃饭时间到了。哦，喂食秀呢？哦，在哪里？哦，你们今天人数变多了，鼠数变多了，你们需要更多食物，没错。下次该不会就要偷两个吧？跳窗逃生。熊。干嘛？都有人在电线杆上面跳，难怪会没有讯号。哼哼。哎，小子，你在做什么？哎，成人，没什么事。嗯，听起来不错。我原本想要下去铁轨附近走走的，你想要一起来吗？嗯，如果听起来很无聊的话，那我很抱歉。你是没有必要跟我一起来了，没关系。啊，老天让，在你帮我，在你帮我说回答不之前，先让我回答好吗？啊，所以你想要去吗？不要。好危机啦！啊，哎，因为很好玩的。Let's rock！ 哇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到这里来了。嗯。我从家里出发大概只要走三分钟就好。在那个最漫长的夜晚，放在这那个去年最漫长的夜晚点的灯现在还亮着。嗯，啊，对，我街上的
实际上有人也这样子做。啊，就有点像他们的万圣节，就是他们是叫最长的夜晚。哦，我们去年有拿一些南瓜出来，但是我们放在外面太久了，然后南瓜就好像那个变成某种形态，恶心，恶心。哦，真的吗？抱歉，讲到一些恶心东西，哈哈哈，没关系啦，恶心无所谓啦。我看了一部像是那个时光飞溯的影片，就是那个尸体腐化的影片。哇塞！然后就像所有东西都。这个异化的异体化，其实我们升到骨子里面都只是一坨那个粘胶而已，对啊，所以有一件很酷的事情可以做，是在那个铁轨上面塞一些那个钢、那个金属的东西。我有带了一小块金属来了，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干贱人，听起来很赞。哎，普悠玛会出轨都他害的。其实，哎呀。我有时候晚上都会出来这里，然后就在铁轨之间睡着，并且很危险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很刺激啊，而且我睡得着。你有没有过就是你要准备要？那个你准备要睡觉的地方会让你觉得很刺激的，很兴奋的。那个咖啡会让我想睡觉。如果太那个紧绷的话，我会做一些压力很大的梦，就像刚刚的梦，我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嗯，实在不记得我做了什么梦。Holy shit！ 来喽。有时候我大概五分钟就睡着了，我差点讲成五秒钟，好屌。但是有时候却要一个小时才睡得着。嗯，听起来有点冒险。哦，震动。震动。超自然震动，爽！我有奇怪的想法，就是我有时候会想要去树林里面睡觉。树林哦，坐台铁去树林站就好了。对，在巴林旁边，那边巴林没事，靠背。在那个吧，英格还是？英格后面，对，或者是在一个废弃房子的地下室，白天的时候，然后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会出门，然后就像一头怪物一样，然后其实长得很美丽，嗯，我懂那种感觉。看起来像是其实可以办得到的梦想。哦哈哈，我长得不美丽了。哦，你看起来还可以啦。哎，在
在你年纪的，像你这种年纪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喜欢自己的样貌。我客观上来说是很恶心。啊，至少比我还要不恶心啊。真的这样觉得吗？没错，我保证。真的。哦哟。好了好了好了。来看看我们有什么。哦。耶。你的小金属家伙像是已经，它代表着人类的灵魂，这是个重要的艺术啊！好，该走了，好好好，该走了。那如果睡觉睡一睡翻身怎么办？要翻到铁轨上，火车就会帮你翻出来。啊，下次见啦。Dorian 恐怖电影跟火车，好恐怖的萝莉，萝莉控，萝莉控，哎，又来到了教堂。等等再进去。老妈，老妈看起来是不太爽。你老妈。老，哎，老妈。啊，现在不方便讲话，有很多事要做。真的吗？会有什么事啊？就是那个市议会今天来了，然后那个什么十二部阶计划。十二部街计划的会议举办在地下室。哇哦！哇哦！所以现在，所以现在我要处理教堂的预那个教堂的预算，还有我们的预算。哎，就是钱呐、啊，钱的问题。同时，好了，那我让你自己忙吧。对了，利伯赢了，还可以讲话。天心，我真的需要专注。我看他只在看书啊，敢骗我？薪水小偷，敢骗我？偷懒教授，偷懒教。哎，礼拜堂，那么多人、啊，乡亲父老，永亲喜短。哼，好，很棒啊。是啊，而且他可以说是第一名，王振哦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，笑死。所以你把他安置在哪里啊？哦，就是在地下室啊，或者是那个老旧的图书馆。啊，跟那些书住在一起吗？放心啦、啊，他又不会把那，他又不会吃掉他们。嗯，很有趣的提议啊，凯特。是啊，感谢把这些东西带来给我们。是啊，我很期待。我也得去参加那个小镇会议了。试一回哦，太棒了！好了，部队前进。嗯嗯，七嘴八舌的雄心喜断。QQ 啊，嗯，过得怎么样？
还好，只是做了一些奇怪的梦。你想聊聊吗？嗯，其实不太想。那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梦。我梦见我那个被困在墙壁里面。天哪！哦，其实没事啦。我知道救援小队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过来了，然后其实里面很舒服，所以我就在里面睡个午觉，完全不用感到罪恶。啊，你睡午觉的时候会感到罪恶？我希望我不会。所以那个布鲁斯他过得怎么样？现在状况怎么样？嗯，我满怀希望跟正向正面观点。Nice， 听起来就像是有些人不怀希望的时候会讲的话。哈哈，没问题，阿美。这个牧师感觉也是有点少根筋呢。黑牧师，凯特牧师。回家路上忘记买饮料了，所以我现在好无聊。通常这个时候应该喝一杯饮料。Nice。哎，布鲁斯，我昨天晚上在这里，在树林里面看到一些火光，就在这边，而且有奇怪的噪音。我就一个人静静的待着，然后他们就离开了。听起来很恐怖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就在那边了。就在那个水塔之后。哎呀 ，OK。对啊，那边是青少年会混时间的地方。啊，希望如此。在我的经验看来。奇怪的火光跟奇怪的声音，通常都不会有好事。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发生？哦，希望不要。干嘞！结果今天都在搞 email， 好，把那个 gmail 统统转到新的地方去，还行啊，然后就不用 gmail 啦，脚脚。